你们的头发健康吗？为了头发，人类做过许多的尝试。我们改变它的颜色，跨越种族的繁衍，我们窥探发质的极限，然后再想办法修补它。以下是老鳞片受损的真实画面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喝马桶水。我刚刚连那个红色的水是硬碟里面那个资料夹，我放进去之后它就变成蓝色的。不是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俗话说，头发不是万能，但是没有头发，万万不能。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，发质是什么？滑顺又是什么？各位贵宾 ，EGG 蛋白重生发膜，他们曾说不可能。你不可能把一颗蛋打在人的头上，但他们不了解，头发就是需要蛋白才能有强健的生命力。不够。一般的蛋白不够。是一样滑顺的发质。蚕丝蛋白。何不从洗发开始，真正修复受损根源？阿奎亚顺护复活系列全新发界黑科技，蚕丝蛋白含 80% 与毛发相同氨基酸，完美接补毛发蛋白质，超越胶原蛋白十倍保湿。日本专为台湾研发，阿奎亚顺护复活系列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蚕丝蛋白，供应14种最接近头发的氨基酸，让你夏日曝晒紫外线染烫也不怕。修护从洗发开始，阿奎亚让你有型更有水波光。